当然装不下了，那就要来看跑男来了的精彩滑雪了。这看得不好意思了都。阿姨您好，您好，阿姨您好，阿姨您好，您好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大家好，大家好。你好，你好，注意安全，注意安全，注意安全，小心，小心，谢谢。这是个社恐路线吧？这是。现在给大家出题目：圆形物品直径从短到长。圆形物品是考圆的呀？直径从短到长，所以我要找的是直径最短的。我觉得应该像什么教材那种小棍儿比较好。我这很多，关键我是第二号。所以我不能拿太小，也不能拿太大，所以这些碗啊什么的其实是挺合适的。我这个不太好选呀，我这个中不溜丢的。哎，这个应该不卖吧？但我觉得这个挺合适。我觉得到我这儿的话，有个这么大，圆的，这么大，一个，二，三，四。五六七，这个圆形物品，我这个区好像是服装，这算吗？帽子，这算是圆形吗？感觉有点小，这个吧，感觉这个好像更贴切一点。这个算圆形啊，这也算圆形哈，但是我是八号呀。有没有比这个更大的？有没有巨大的圆形？你要巨大巨大的那种泳圈，我可以先借一个，就是巨大的泳圈不？怎么有这么聪明的嘉宾啊？寻找时间已经截止，我们还是按照顺序来揭晓。我很想看看小小的圆到底是个啥。你们猜我能够找到啥？我猜你拿的硬币。硬币，珠子。我找到的就是，别让我失望。小到我现在找不到，等一下。圆珠笔头。圆珠笔头啊。一个小米，一粒。牙签。这个可以，但是有点粗。有没有牙签？啊，牙签有啊。牙签。怎么有这么聪明的嘉宾啊？牙签上的一个点。对啊，它牙签横截面是圆的。啊。我的天哪！对的，认证。你们绝对找不到更短的，那我找的可比他那大。没事，您说。我找的是个小碗。你这个完了。你第二号你就找这么大的？你二号就找这么大的？哎，等会儿你是这边吧？就这儿。是这面吧？是这面。这面吧？对对，就这个二嘛。二贴在这，贴在这儿了吗？这面。就是它其实是这个圆弧这儿。对对对，他要的是这个底儿。哎，没错没错。对，碗底碗底。这个底儿的直径，好不好？不是这个底儿，是这里头这个，这里头这个。哎，里头这个圈圆圈儿，里头这个圈儿。不是导演，你按哪个来？我这不算啊，这按碗算了。对，来沙哥，从你脸上也行，我没机会。我们只要有七位，你这也太小了吧？你第三个。我以为他们俩会很小，因为你们后边才好找嘛。我是呀。都怪我，我不玩了。四号，陈哥，我那个区域全是衣服。帽子啊，帽子啊，这也还这可以啊。哪个面？这上面这面。你是里头吗？我是这个，就是这一圈。哎，陈哥，你的是不是可以就叠起来点啊？怎么叠？就是把它圆，就帽子不是可以，就是也是可以往里面翻一翻。越叠越大了。我是这一圈。他是这一圈，他是这一圈。对，你这帽子是这么戴的。可以可以，不，你还是很严谨的，因为它那个边啊，它不是一个圆的。
它得折进去，它才是一个圆的。对，从一个民族去了另一个民族，是吗？突然去到了新疆的感觉。就这个吧，就这个吧。好，认证五号，我这是卷纸，这个没问题吧？我面儿。认证六号，凯哥。哎，我们家福。是的，里边这圈啊，里边这圈。认证比他的大。哦，可以。七号。啊，我说你怎么来我这儿了呢？原来你也是个帽子。还是个大的。可以，比我这大。大。认证。我的。肯定比他那大。对吧？认证九号 ，baby。哦。这个大。我们这一题从三号开始到九号的顺序依次变大，恭喜大家。这卷纸一会儿我们给你拿走了吧？当然不行。你不是结账吗？不行。哦。